完蛋了啦！啊，该不会是5235回送列车？啊啊！我死啊！我差3000信。哇塞，我的号码！我就是等这一台，结果回送。啊！我在等42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刚才讲的，我问你的。哎，对啊。你又不说你要等5235。哦，没有，我以为他，我以为他去树林。他在树林回来了吧？没有，我的意思说，我以为他会在树林等很久。我来看，哎、欸，我刚刚在查，队有没有加班车了、啊？今天就没了。有啦。我说晚上都没了。那还有、哦。就区间快有，自强号都没了。加班我看过了，我看过一遍了。新自强。树林到台北。我说树林到，我都查过，就外面的。零九分，5:13。啊，我的5235B 刚刚跑掉了，就是绿色带，那我要再重查。203之后，张。去发叫海星的脏话的绿色一下3分钟900。923区间快车。没办法，我上逼的。好了，我下面干嘛咱们都点不到就。咦，所以523B 反而是绿色带。我原本以为523我还在跑家那里查，有在查，哎，没有，对呀、啊，就回送到台东了。哎，七组，五那个回送到七。你站在那就等死你。差不多，可以开车了。2:34758的叫海燕港账号的银绿收一下3分钟900行权快车。923圈快再送了那关闭车门。7:112:13。当然也不是那个了，是蓝色带的，也不是蓝色带，而是绿色带。那这个那天拜拜。希望刚刚有拍到的好。本山是在松山山站十六。好，刚刚就再见，拜拜。